放心吧，没毒。行吧，你的任务简单，我的问题可不会少啊。自然。这么多菜，今天什么日子啊？春三月，上四日，都是一些时令的家常菜。家常菜，这是什么呀？荠菜煮鸡蛋，三月收获荠菜，荠菜能去春瘟。好像是见书里写过这个习俗。见过不行，你得吃过。如何？这宫里的厨子手艺就是不一样啊。那是自然。